北京时间6月10日上午，第73届托尼奖颁奖典礼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举行。本届托尼奖颁奖典礼由詹姆斯·科登主持，刘玉玲、杰克·吉伦哈尔等人出席，以14项提名领跑的名届，斩获最佳音乐剧、最佳男配角、最佳原创音乐等8项大奖。最佳话剧则由《摆渡人》摘得，《乐队男孩》和《俄克拉荷马》分获最佳复排话剧和音乐剧。话剧类最佳男女主角分别由布莱恩·克兰斯顿和伊莱恩·梅获得，桑提诺·方塔纳和斯蒂芬妮 ·J· 布洛克分获音乐剧类最佳男女主角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I'm coming.